你这个等会儿再装，待会儿我拍一下。我在哪里？我先包起来吧。用保鲜膜也可以吧，小一点的。
先拆吧。东西有偏，这个嘛，缩紧的时候，你俩垂直，要往上面去，也不要往外去。嗯
上床了。对啊，我他这里写了。我反向走了。管线有吗？管线有是吗？没有。你那装剩下的。拿点水来。尝一下。再拿一个，来再拿一个，再拿两个。那机油补过来，机油。我必须要清理的衣服很干净啊，然后就是粘。
前面有抹花瓣一样的，这个两个花瓣打开抹上。对对。太酷了。